喂，老豆，点解我连白 T 会变成粉红色噶？唔知喎，你阿妈洗嘅。我明明琴晚听住阿妈叫你开机洗衫噶啦，你真系擘大眼讲大话嘅，帅哥话咩有帅哥啊？拍镬铲啊！你而家咁样咪帅紧锅咯？推卸责任啊！将自身嘅问题转移到其他人身上，等人哋嚟帮你孭飞，咁简单，卸膊帅哥。啊仔，我教精你点样睇人啊！通常咧，你见到一个人 A 字咁样嘅膊头咧，十有八九呢一种人咧系经常卸膊嘅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学粤语最紧要识用。